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阿浪。金庸的连载漫小说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个体，除却《射雕三部曲》之外，很少有与之连接的地方。但是在三连版和新修版之后，他有意识地将每本小说中矛盾与冲突的地方删去，渐渐地为我们打造出了一个贯穿近千年的武侠江湖。但是其中连城诀的年代背景变化最大，很多老读者都不知道新修版的事情。今天我们就新修版为大家贯穿下《碧血剑》《鹿鼎记》《连城诀》《书剑恩仇录》等小说。金庸先生在2002年新修版《连城诀》中，明确了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：清朝康熙初年，一个高僧在荆州天宁寺发现了梁元帝留下的宝藏，用本门唐诗剑法做密码，将讯息传给自己的师侄天地会广东红旗乡主吴六奇，请他发掘宝藏，用以反清复明。吴六奇在《鹿鼎记》主线剧情登场，会见韦小宝时，一脸花白络腮胡子，穿得破破烂烂的，就像是个老叫花，年龄肯定超过了50岁。数年后，康熙12年，吴三桂起兵时，邀请了华山派归心术归二娘夫妇杀害了吴六奇，剑诀密码流落在外，终于被吴六奇与高僧的同派门人铁骨莫恶梅念生得到。此时康熙帝寻邑20岁，然而梅念生得到剑诀密码后，觉得自己三个徒弟心术不正，想另外寻觅传人。梅念生的三个徒弟万志山、严达平、戚长发为得到宝藏联手杀害梅念生。梅念生此前将宝藏秘密和神照经传授给了丁点，梅念生当时在丁点眼中已经是一名老者，连他的三个徒弟也都是两湖的成名武林名宿，因此梅念生遇害时年龄在60岁以上，此时距离吴六奇遇害又过了数年时间。新修版《连城诀》道德大清康熙年间，忽有一位身具高强武功的高僧驻西荆州天宁寺，无意中发现了宝藏，他将此讯息写成书信，托人送给当时天地会广东红旗乡主吴六奇，请他去发掘出来，做天地会反清复明之用。因怕泄露机密，他将宝藏所在处用密码注入一本当时流传的唐诗选集之中，送交给吴六奇。吴六奇是他师兄的弟子，同门相传，和那高僧都会唐诗剑法，知道剑法的次序，不幸密码送到时吴六奇遭难，闻人所害，这剑诀密码便流落在外，送信人辗转将讯息传了出来。讯息若不与唐诗选集连在一起，凑不成一块。得讯之人如不会唐诗剑法，虽知剑诀，但不知剑招次序，宝藏也就难以找到。梅念生是那高僧与吴六奇的同派门人，会使唐门剑法，后来又得到了剑诀，事机不密，落得给三个徒弟背叛杀害的下场。丁点意外上了荆州知府凌思翠的女儿，被他设计囚禁。大约9年后，连城诀主线剧情开启，戚长发的徒弟21岁的狄云登场，不久被万志山父子陷害入狱，和丁点关在一起。又过了3年，狄云的师妹戚芳与万圭成婚，狄云绝望自杀，被苦练12年神照经终于大成的丁点救活，两人结为好友。狄云得丁点传授神照经神功。又过了2年多时间，丁点被毒死，狄云出狱，在藏边雪谷击杀血刀恶僧，习得血刀大法。第2年出谷，到荆州放出天宁寺宝藏消息，回到雪谷隐居。连城诀全书故事结束。此时的狄云大约27岁左右，此时距离丁点当初救梅念生已经过去了16年，距离吴六奇遇害的康熙12年已经过去了20-30余年，而康熙这个年号一直用到了康熙61年。所以连城诀故事的准确时间发生在康熙中后期，大致是康熙40年至康熙50年。事实上，早期明报连载版书名还叫《素心剑石》，插图上的狄云丁点们确实是明朝装饰。等改名连城诀后，不论通行版还是新修版，金庸作品集所配插图男子明显都是剃发留辫的清朝装饰，只是几个电视剧版本的连城诀人物都是清朝织锦装饰，男子束发才给了人很多误解。或者说连城诀故事发生时，鹿鼎记的两位主人公康熙帝玄烨肯定还在世，韦小宝多半也还活着。也就在同一时间段，未来的乾隆帝弘历出生于大臣陈氏官家中，被四皇子雍亲王胤禛调拨为自己儿子。24年后，雍正13年，雍正帝被独臂神尼久难的关门弟子吕四娘杀死，头颅都被割去，弘历即位。碧血剑木仓呼道，这位姑娘适才救我性命，老道一生未收徒弟，现在我门户已兴，如不嫌弃，授你几手功夫如何？阿九脸露喜色，过去盈盈拜倒。后来他尽得木僧决议，成为清初一大大侠，日后甘凤池、白泰官、
李四娘、朱德英侠等都出自他的门下，这是后话。鹿鼎记韦小宝笑道：“师父收了我这个没出息徒儿，也算是倒足大霉。不过赌钱有输有赢，师父这次运气不好，收了我这徒儿，算是大输一场。老天爷有眼，保佑师父以后连赢八场，再收八个威震天下的好徒儿。”书简丑陋，哪知乾隆变猛之后，深恐红花会前来报复。想起20多年前雍正皇帝半夜里被侠客割去首级惨状，甚是寒心。因此这几日来外衣之内，总是趁了金丝软甲，果然救了一命。按最初明报连载版的金庸小说，红花会总舵主余万亭就在此时潜入陈师官家中，杀退了雍正帝临死前派来灭口的血滴子们，与旧情人陈世官的夫人徐朝生相会，情不自禁诛他暗结，生下了书简恩仇录的主人公陈家洛。虽然陈家洛这个私生子身份在后来三连版新修版被去掉，或者说隐藏了，但他的年龄还是和此前版本一致的。又过了25年，乾隆25岁，乾隆帝50岁，陈家洛25岁，书简恩仇录主剧情开启。再过10年，乾隆35岁，飞狐外传的天下掌门人大会在北京举行，红花会朱霞回到此地祭拜故人，见到了大约20岁的少年胡斐。由此可以通过时间线得出几个原著小说的隐藏事实。一，历史上的吕留良案文字狱发生于雍正6年，吕留良被看官戮尸，其子吕仲被处死，后人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。而根据金庸、梁羽生等新武侠小说所本的共同民间传说，13岁的吕留良孙女吕四娘逃脱清廷魔爪，使之报仇，被独臂神尼收为关门弟子，并在7年后混入清宫，杀死雍正帝。因此此时这位出生于崇祯2年的顾名长平公主，碧血加阿九，真名朱美处的传奇女性，肯定还在人世，至少活到了100岁以后。在鹿鼎记时代，40多岁的酒难的时任表现又称武功天下第一，其实十分勉强，但到了几十年后的林承爵时代，他当然是毫无疑问的武功天下第一，不知超过丁点、穴道老祖几个档次。二，书简恩仇录主线剧情大致发生在林承爵故事40至50年后，乾隆帝与陈家洛的生母徐朝生刚去世不久，年近70岁，余万亭比他还大几岁，袁世修与之年龄相当，都肯定过了70岁，而隐居藏边雪谷的狄云此时大致67至77岁，其实和余万亭、袁世修是同一年龄的人，这个事实就和秦始皇嬴政只比汉高祖刘邦大了3岁，隋炀帝杨广比唐高祖李渊还小3岁，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比清太祖努尔哈赤还小4岁一样，通常印象之外却就在事实情理之中。换言之，书剑雪神飞狐世界的真正天下第一高手，就是隐居藏边雪谷，神照经与血刀经正邪交汇，阴阳化生，以真大成低云，胜过那些根本没有高深内功的书剑飞狐高手，不知凡几了。因为九奈师太身为大明长平公主，肯定不会自认是清朝人，那么金书世界的清朝第一高手当然也非狄云莫属了。其实看了17本小说，真的希望有一天能拍出金庸系列的武侠电影，像漫威的复仇者联盟一样。阿浪希望武侠的世界不仅仅是成年人的童话，更希望它变成传递在人们心中的一种精神。侠之一字已经离我们很远很远了，9月份魔教教主第2部上线，我在大都等了27年，不知道来的是不是那个人，是不是依旧是那种味道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